怎么看贵人，怎么看英雄，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刚刚在下面就看眉毛，看一下额头，摸一下，顺便看看自己的另外一半长得怎么样子。对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课程，然后回去我应该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。然后在这边聊了，谢谢。好，好，谢谢静心会长。年轻哈，可以当到会长，实在是要再称赞一次哈。再来，我们109的学姐哈，杨晨学姐先来，来上来，来，不要有压力哦。介绍一下自己，然后哪一班的？大家好，我是108创班。我叫杨晨，尘埃落定的尘，很开心能够第一次来到这边。其实读书会对我来说，因为原本大概就是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，我觉得会就应该是互相交流，我觉得。然后之后在第一次，因为那时候也是黄老师的课，但是那天有事，其实我一直想去，然后到今天，有幸能够来到这边。其实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到蛮多的资讯。那当然必须想要更多的了解，当然也可能，接下来再更有幸的是，不管是从哪个区块，然后也可以再跟，希望能够有幸再跟老师多做交流这样子。哎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